一二三，你们说说看要怎么合体？你们你看约七点，现在七点二十七啊，加好不会行就合体了。哎，真的刚好哎，这个人到了，这个人也到了，这个人就是杨奇玉。选秀节目模范棒棒糖自2006年开播，男团 Lollipop 六个成员敖犬、小玉、威廉、阿伟、小杰、王子依旧在演艺圈活跃，感情紧密的六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固定见面。日前六人相约聚餐，没想到时间一到只有威廉到场，敖犬也拍摄影片录下团员陆续到场的画面，搞笑表示你说说看要怎么合体。一二三，你们说说看要怎么合体。你们你看约七点，现在七点二十七啊，加好不会行就合体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刚好哎、欸。再打小杰。对啊，这个人到了，这个人也到了，这个人就是杨奇玉。你干嘛看我的 IG？ 我在看那个我以前没有迷的团体。你不是粉丝啊？我不是粉丝，对不起。我以前喜欢的是卡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 棒棒糖。有一种秘密的基因，在这里不需要言语。郭哥最帅的时候不是投球，是切肉。哇！太扯了吧？不可能吧？露营日竟然有人带关东煮。有一种秘密的基因，在这里不需要言语，那些不好对别人说的事情，我为你搞定。有一种秘密的基因。My God！ 我让我跳。小玉放话收视率破二，谣传钉子裤棒棒糖六棒合体，就等他。目前印象最深刻就是直接在节目上吃蟑螂是怎么样？哦，对。没有，不是我们人吃啊！对对对。哇、哦，这个尺度很大哎，这很辣。上次我自己觉得上次最辣的是应该是。我们看到小 Ella 的下体吧，私底下在节目上，他拿出那个照片给我们看，然后就看到哇，这个太恐怖了，这是女生实体耶，就是男生做成女生的那个生殖器官，就是完全是我觉得很佩服她，很勇敢这样。性感人夫小玉首度合体话题女王天心主持了两个女生，四月十号起在三立都会台首播，除了大聊最辛辣闺蜜话题，尺度也很大，看看小玉一身中空装就知道啦。他们想说，哎，那既然身材在，就不要浪费，就想说，节目的时候就是一直让我露出露，不是露点，那个露身材，就是辣辣个女生嘛，要辣。所以如果收视率越好，我们就会越辣。你确定有这个承诺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有露营存在，对啊。该讲都有，跟我开玩笑，你自己承担喽。对啊，破二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我会穿丁字裤访问，但丁字裤没有后面喽，对，没有后面，那就不能播了。其实，在这个节目呢，我其实最想请就是他们五个人，因为我觉得五个人一起来有点难啊，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大牌。对，现在目前是威廉，因为他就说哦，外景主持很忙，他一个礼拜可能要出六天外景，
我问他，那还剩下一天啊？我觉得现在要合体开演唱会真的有点难度。我看到 Energy 他们合体其实蛮感动的，因为他们几乎每一个我都认识。那以前在问他们合体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那种啊官腔，也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，就说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啦，那个就之后再说吧。我也没有、啊、没有没有没有，之后再说。目前我们想要想说二十年了，还有大概对三四年，再两三年了。那希望，要不然棒棒糖都挂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现在已经很多年轻人都说棒棒糖什么什么东西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人有问题。刚开始合体是阿伟嘛，阿伟生小孩他要带小孩，所以他都不行。然后威廉节目越接越多，那变成他不行。然后敖犬又比较难搞，所以我讲太明白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敖犬他就年纪也比较大，体力也比较不好，对，所以就现在卡在这个问题。那他也有想说赶快，要不然真的。40岁了之后，就是会差很多。据我所知，过完年到现在，你们出过两次国了。对对对，那是不是养精蓄锐？养精蓄锐，那个次数有很频繁吗？是这样这样这样，还是这样这样？有我有一个那个来自基隆的一个许先生告诉我，他就说你不能，你要一发击中，你不能连发散弹枪，不行。他就一发密度不够，密度要集中。对对对，我前阵子我们这个棒棒糖聚会的时候，敖犬他已经40了。他其实在我旁边走过去，我会闻到有点老人味。但顺哥走过去没有哎。听说你最近摩拳擦掌，希望对方受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，其实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嘛，那加上这个在一起已经一阵子，那当然就是我想说，那这个脚步就应该是应该往下往那继续往前走，要有小孩子，那就是想说，可是因为。你看这个备孕期，这个受孕期呢，它就是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结合到我的时间，就因为我一到五都在出外景。据我所知，过完年到现在你们出过两次国了。对对对，那是不是养精蓄锐？养精蓄锐，那个次数有很频繁吗？是这样这样这样，还是这样这样？有我有一个那个来自基隆的一个许先生告诉我，他说哈。因为他的经验丰富，他有那个小孩嘛，对，他就说你不能。你要一发击中，你不能连发散弹枪，不行，那就一发密度不够，密度要击中。对对对，有一个基隆许先生的舅舅跟我说，你看你要生男的还是生女的？哎，生男的有什么配方？他说哦，生男的他就是你要把，就是要把他抱得比较紧一点。而且呢，基隆呢，许先生又带我，不是小顺，这时候就是小顺，小顺呢，他就带我去什么？他那时候啊，求职的时候有个，因为我们节目《笑脸猪爸爸》有去那个台南御景，对，有一颗那个男人石，对，哦，那个意象，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内敛一点，一柱擎天，对对，然后叫我去抱那个石头，他说当初他生。那个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去抱，因为我知道他一直想要有一个好消息，所以呢，基隆的许先生送了他两颗厉害的东西。他等于他有给我一点感觉，让有希望，但我不太敢给佐佐，当然我怕他有压力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如果太多人关注都不能讲，都不能讲，对，太多人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变成一种压力。我前阵子我们这个棒棒糖聚会的时候，那个敖犬他已经40了。他其实在我旁边走过去，我会闻到有点老人味。但顺哥走过去没有哎、欸？哎、欸，拜托，我刚才出来喷了一点香水、啊。老人味是怎么样？欸、不是，就很容易看起来他很疲惫的感觉。哦，对 对, 對，是真的有味道吗？还是什么？其实是一种概念，一个方向，就是他会没有那么活力。我如果说我只敖犬。对，才刚求婚嘛，对啊，求婚跟这件事两件事情啊，对，其实当面会讲，对，今天应该会更多人知道。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反应，人家说你现在出外景才变胖哎，之类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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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